铁，无铁，王子娇，每天都新奇，飞碟五子棋。这列组合并不是照着时代的顺序哦，跳来跳去，有很多时代的眼泪倒是真的，像是不会再有的 Tokyo 五人组啊，早就已经解散的 Wink 双人组啊。四张 CD， 这并不是个案哦。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很多作品集，都是针对创作者他们的历程去做集结的。对于这些音乐的职人，不管他活在什么时代，他都创造过时代。唱片公司愿意去整理这些歌，让我们一次搞定，一次拥有，其实蛮爽的哈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回头来听一听这些好多好多厉害的回忆跟歌曲啊。好，当然我们也还是会交叉的播放一些新歌啊给大家。新歌也是不断的推出啊，即使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商业演出、大型的舞台演唱会、歌友会、签名会、签唱会或者是音乐节目啊。所以你看我们 Hashtag T-POP 在播出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歌手来录影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这是他全球首唱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唱啊，发了之后都关在家里面了，是不是？甚至有一些歌手也就真的也没出来啦，比如说像拉拉，在孕前遇过他一次，孕后呢去他家看了他一次，那什么时候还会在台上同台啊？在我们来听他的光阴独白。我梦过星光前一宿，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雨扶着天长地久，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，高楼已无人等候。
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本来常常就不一定见得到的人，就感觉更见不到了。前阵子碰到仔仔，我就说，其实我们平常都会，最近都会讲好久不见。可是他是那种，就算没有疫情吼，也一样好久不见的人啦，因为太少出来拍戏啦，一拍就拍个大戏，有没有？逆局。接下来也是，哇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在一起吃饭、喝酒、聊天呢？李荣浩同学。日落照在脸上，热热的。这周末去哪儿玩呢？靠在我肩膀，你自言自语，把袖口一角卷起，夏天要过去。有时候吃饭聊天哦，就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对方会跟你讲很多事情，而且那些绝对不可能在媒体面前聊的啊、哦，包括我也会讲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我们讨厌的谁，曾经因为什么事情，所以你对这个人很无奈，很傻眼。可是你在工作场合，我们都不是那种会没事开麦骂人的人，毕竟他也有他好的地方吧。他也有他存在的意义吧，他也有他的 family 吧，你给他留点面子嘛，即使他确实是蛮瞎的，或是有些地方惹到你了、哦、那荣浩也是这样啊。那那天 我有一次我们在聊天，我听他在讲的时候，我也是吓一跳，想说哦，好像真的蛮严重的耶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耶。这样当然这些所谓的个人恩怨也许事后都没事了，可是当下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真的很棒，被信任的感觉真好啊！大家可以就是畅所欲言。接下来我们来听陈粒的《月光》2021，华研的群星，甚至哦，连他们的旗下的文创插画家都出现在歌曲的封面哦。你有看到马来貘、爽爽猫或者是奥乐基吗？我们来听佑嘉领军的《陈粒的月光》。整个夜晚，
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段。在九月十七号的时候，我播了黄金拍档吴宝的作品，我说里面有很多人都有个人的歌哦，比如说这是谁呢？没有波浪，那个时代大家都要唱爱国歌曲，有没有？黄金吴宝的罗江。种子不牺牲，拿来甜蜜瓜。种子不牺牲，拿来甜蜜瓜。劳耕种有收获，努力自然有代价，只要国家富强了，大家一定有办法。装金子枪，催雨地芬芳，不屈不挠，不急不慌，万众一条心，团结力量大，万众一条心，团结力量大，劳官奋斗很牺牲，没有敌人打不垮，坚定振作向前走，奉献血力救国家。没有土哪有花，种子不牺牲哪来甜蜜瓜，种子不牺牲哪来甜蜜瓜。在一张合集里面，我看到了好多熟悉的名字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台声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群星新曲这到底怎么回事，不可考了、除非我去考察这个古老的音乐人的故事，网络上啊，你查吧，你慢慢查吧，你真的也查不太到什么资讯。但是里面的名字有好多都很熟悉的，稍后呢，我就会从里面选播几首。不过我想先播一首我最不熟悉的《娇娃姐妹》。三个女人
他们宿醉啦，哎呦，头痛了呢。这首歌曲叫做《大家来工作》，为什么？哦，若是整天吃喝玩变得太懒惰，你呢？你就会小看我。谁愿做个寄生虫，受人来指责？感觉上也是一首政令宣导的歌曲吼。个个都快活，丰衣足食多快乐，社会上一朵，我愿意帮助你，你累不理我，贡献智慧的你。这是我不知道的名字。这张合集里面还有其他的人，比如说像是有吴敬贤大姐啊，她唱农家好，大家知道她跟袁咏琳是亲戚嘛，啊，在几年前还一起上了超级同学会哦，特别开心那个节目，那个节目也是回顾了好多经典和现在的交流哈，大家可以上网找来看。接下来也是上过我们节目的前辈，前几天呢我碰到了李明一 Amy 姐，她就跟我说她听了我们这一集觉得特别棒，因为这些人的故事都好精彩，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得来不易哦，而且到现在还是很帅很潮啊，是不是？不怕风雨来吹袭。孙晴大哥，不要长吁短叹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振作奋斗，要再接再厉。嘿嘿，观看犹如昨日时。灿烂好比今生，不怕风雨来摧袭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天地。嘿，嘿，嘿！狂风吹袭，暴雨来打击，人生路途。本是多荆棘，没有一夜造成的宝塔，没有天外飞来的奇迹。阳光驱走了黑暗，一直充满着朝气。不要长吁短叹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振作奋斗。不怕风雨来摧袭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天地。非常非常正向的一首歌。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是康红，大家还记得前辈康红的虎牙吗？当然了，我现在讲这些可能对于00后90后的朋友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哈，但没关系，老听众应该特别有感的。同样也是一首带着议题的歌曲，叫做比
笔与枪，我拿笔，你拿枪。哦，笔和枪。笔声战风的战役枪瞄准敌人胸膛，笔是反攻的前锋，笔是复国的力量。我拿笔，你拿枪，有了笔和枪，敌人全灭亡。笔先把铁幕保证枪射进敌人心脏，笔是胜利的先锋，笔是成功的保障。好的，这是一张很特别的合集，也是我在挖宝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欣喜若狂啊！对别人来讲，可能觉得说这虾米挖哥啦，请问一下老板哦，有没有那个罗大佑的啦，或者树林强的啦，哦，那都可以卖到六七八千块，哟，太可怕了！这种哦，真的就是摆在旁边没有人要，然后爱国歌曲又是合集，还有罗江五黄金五宝，对我来讲真是个宝啊！哦，啊，感谢大家的承让，让我能够带回家。在上上周啊，有遇到杨宇腾嘛？那两个小时的直播深夜酒馆是我们第一集，其实我们都很紧张啊，团队还好，这个杨宇腾的那些话也是很多，可能真的喝了一点酒吧，也让我重新认识到一个年轻人哦，真是不简单，要走上这条路还有很多可能不为人知哈，他不问，他不说，我也不追问哈，就留给他自己去消化或是写成歌。哇，但是两个小时哈，我都棒的有几张就痛苦了，喝酒利尿。So de， 来自 Honda Minako。忠实听众应该就会想说什么，本田美奈子又来了，之前不是播过一些吗？没错，但还是有一些遗漏嘛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嘛。在本田美奈子非常红的时候，走的是小野猫的路线，这就是当年的那个时代的本田美奈子。后来的她走的是一种福音歌曲的路线，也走到了 CD 的时代。可是呢，在这张专辑里面，他说这首歌是第一次在 CD 里面收录，那之前是收录到哪里去了呢？
有着吟唱的感觉，然后节奏非常的缓慢，走的就是这样子的福音路线，这就是后来的本田美奈子。当然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她青春时期的时候。我们回到她的哦，应该是第一张专辑吧，好美好美，脸好小。哎，可惜后来就生病，真的是走得非常的早。Forever Young。最近呢，这几年呢，在空档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就想起了 LD。LD 跟唱片黑胶就是12寸的是一样大的，可是它是银色反光的。那有很多的影像都在那里面记录着。我们在唱片有状况的时候会拿去洗唱片，但也有我的伙伴不小心帮我洗了 LD。你不能说什么，因为他不知道那是 LD， 是 LD， what is LD？ 他的时代可能是 DVD， DVD 前面还有 VCD， VCD 前面还有 LD， LD 好大，比 VCD 大， VCD 跟 CD 跟 Blu-ray 跟 DVD 一样大，可是 LD 好大，那确实很像唱片，就这样拿进去洗了。欢迎回来。有一些黑胶哦，买的时候哦，因为你知道抛售价钱太便宜了，可是真的不知道要干嘛了。这个说是跟香扑有关系的，我现在还在物色哦，看看有没有身边很懂日文而且也很爱黑胶老东西的人，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过给他。因为这些东西可能要听得懂比较有趣，它不像是一边一些歌我们可以透过旋律或是表演者的形象，像本田美奈子，我后来也去买了她的 LD， 不对，我去买了她的 DVD 来看她以前的影像。中森明菜，我去买了她的 LD， 好，那个影像就，这个虽然歌词不一定懂哈，但是看起来就舒服嘛。可是这些唱片。ご見物なる皆様よ、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お名残おしゅわそらいど、今日はお別れせにょのろの我々たたるその後は、
我是不太喜欢随便就是乱托孤的，尤其它不是一个大众的产物的时候，很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人。在我的脸书有时候会有礼物交出来，用抽奖的方式。当然也许有些人中奖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就没出现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假设你真的没有想要，你不小心中奖，你不如不要来兑奖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下一个想要的人哈。也因此结识到了许多朋友，有些是喜欢鞋盒的，有些喜欢鞋盒里面的特殊的纸的，有些喜欢可口可乐，有些喜欢，哇，太棒了！我将来如果有一天要把很多收藏托孤的时候啊，我就知道说这个给谁，那个给谁。比如说呢，像我有些购物袋啊、纸盒都很漂亮，我以前会收，收到已经摆不下了，我还是有收，可是有些重复了，我就会把它托孤给嘎啦嘎啦市集的老板，让嘎啦嘎啦的摊主可以拿这些盒子啊、来装自己的创作宝贝，或者是客人也可以去那里挑喜欢的盒子回去装你自己的宝贝哈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嘎啦嘎啦的 IG。每一次他收到我的托孤之后呢，他就会拍摄，然后编号，帮我去分送。哎，其实这过程也很费时费劲呢。你说我们是不是有够环保的？哦，环保小尖兵。好，我们来听的这个是来自蔡仁博的音乐电子计划《海象之声》。这个海象之声可能算是一种化名，然后他是蔡仁博 Somewhere in the air。有些东西当然可以，就是说，雨露均沾了，谁想要都可以带走了。可是，你看像那个鞋子哦，比如说有些联名款啊的球鞋里面的鞋纸，那张保护鞋子那张薄薄的纸，对多数人来讲可能都是垃圾啊。可是就有人收哎，哦，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一跳。尤其我在影片有时候拆箱的时候比较粗鲁啊，哎呦，弄个跳破去啊。但他说没关系，还是想要收。哇，世界上很多收藏癖哦，棒。那当然在做这个开箱礼物的时候，除了感激还有分享之外，偶尔有一些不太了解我的人也会说，哎，我其实比较想看你这个送给公益团体哦，这个我就跟他讲说，该捐的钱真的没有少捐，该做的公益没有少做，但是我会分类。像我自己代言的新北庇护工厂，基本上我就是没有代言费，全部都捐出去的那个去购买他们的商品，就我有我的方式啊。那有一些是在疫情期间的方式啊。后来我贴了很多连结给他看，我说阿伯你改夸几年哈，像之前这个果陀剧场号召捐书，哎，我也捐了一些书，就是有些东西就捐到对的方向跟对象，我觉得比较好啦。也不是说硬要做公益而做，为公益而做，为做而做。那可能这位网友真的太不了解我了吧？那礼物交出来，这些礼物都是人家送我的，所以我再把它送给下一个朋友，用抽奖的方式跟粉丝互动，这是我的选择啦。那么至于其他的要送公益团体什么之类的，你真的常发了我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像每年我们都会去
关怀台湾基金会做直播义卖衣服也是一样啊，就是把一些衣服，你当然可以送给亲戚啊，但是也可以拿来做公益啊，啊，下一个人可以穿回家，然后又可以捐钱或什么的。然后我们的 Good Choice 的社团也是哈，我有很多二手好物，那真的不能乱送啊。川久保玲的衣服，我真的希望喜欢川久保玲的人把它带回家。同样的，我们扣除这个小编的小帮手的费用之后，也是捐出做公益的哈。偶尔会有这样子的网友不太理解，他来做留言，那我也会毫不客气的就大量的回复他各种的连接，请你自己看一下，拜托。好，最后来听一下我就想你，来自金曲奖入围的理想混蛋这个乐团，感觉他们是非常有型很有态度的哦。我想有你在我身边，距离怎么看不清，一阵秋风窜进了被窝，又闭上眼睛自己说，原谅那些我们错过的事情，随着时间滴答在漂流，看着不同的生活里找寻共同的记忆，试着学会再相信爱情，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把你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心上，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，闭上眼看天空，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，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遗憾，不是我怀疑而是我在意，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意我，到头来想着你的手是我最幸福的时候，又同样回到上一个下不停的大雨中，左边肩膀这次没湿透，我戴着耳机躲避着不同世界的人群，再一次听可能和你相同的旋律，你在哪里我想你，简单的几句不够表明，将所有思念藏在这支笔，习惯了你习惯的每个伤，每个步调，每个你不想要人走了一样，什么都还在，闭上眼看天空，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，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遗憾，不是我怀疑而是我在意，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意我，到头来想着你的笑是我最幸福的时刻，见记忆中那种浪漫，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，好喜欢你啊，就算是过了很久，回到那依旧情不自禁的想着你的